咁落嚟㗎，叫佢生得好穩咧。隊長，佢哋係warm up定啫。我哋係香港最精鋭嘅特種部隊霸王花，應該幾時都保持最佳嘅作戰狀態，唔係嚟到行動前先至warm up。新官上任啊，隊長，氣派果然唔同啲，Madam Fang。我哋而家對付嘅係愛好總統嘅恐怖分子，你當玩嚟耍？如果有嘢講嘅，留翻完成任務先講。大家打出十二分精神，唔好再鬥氣啦。 講上啊，過埋今日以後上到我鬥噶啦！我臭女啫，唔好講到去死咁好唔好？放青我唔走嘅，邊有得你做隊長啊？喂，你講到你好似送我隊長俾我做咁樣喎？你唔好以為單親媽咪好易做啊，仲難過做特警啊！冇你哋咁好戲，成日都鬥戲，咁到底爹哋係邊個咧？嚇，死都唔肯講。<笑>你點解死都要問啫？喂，你哋唔好死死聲得唔得啫？ 各单位注意，任务出现。李小宝，仲未确实系总统，我哋应唔应该采取行动？大家小心啲，每次总统出现，我哋嘅通讯系统都会受到干扰。细方，现场由你 in charge， 霸王花负责各地总统身份，泰国警方会协同拘捕行动，唔好轻举妄动。 咦？你系佢会查喎？咁佢都几眼光啊！细方，你仲唔 action？ 再俾总统佢走啦，唔知要死几多人？一切按照原定计划，我打算。我接近目标。喂，你唔好乱嚟啊！喂！ 原来个白先系总统，大家小心啊！我追总统，喂，咩事？小心啊！救命啊！好惊啊！唔使惊啊，妹妹，你咪喺度。
全部撤退，走一个得一个。你面色好差喎，啱失眠。嘈咗两句啫，都话咗噶啦。嗱，我阿妈咧喺庙街开档嘅，我赠你几句啦。我睇睇呢段爱情线先，真系快黑喎。我叫虾妹啊，系咪要免费奖题啊？你攞到大包细包咁，唔讲仲要为你翻乡下添。哦，唔系啊，我哋大家入得嚟住咧，即系有缘啦，你系咪先？有缘咧，即系姊妹啦，姊妹咧就要介绍好嘢俾你啦。嗱，我哋一開始訓練咧就有排曬噶啦，係咪先？呢一支防 UV 加美白功能嘅防曬咧就啱曬啦。仲有啊，如果你啲毛毛咧唔聽話，猛咁飆出嚟，都唔知點算喎，係咪先？但係有呢一部機旁身咧，就無有怕啦。呢一部手提脫毛機，去到邊就剃到邊。而家買，即刻俾個八折俾你，個個都有八折，個個都有八折嚇。喂，呢部脫毛機咧，真係乜嘢毛都剃得㗎，隔粒底毛都剃得㗎，剃完之後包你冇臭狐。哇！你好，同我縮開隻手啊，唔該。Sorry。唉。你又唔使咁惡嘅，人哋都係掂下你啫，做人唔使咁串嘅。係咪關你事啊？咁關，梗係關咯。我哋只要日見夜見噶。Hey，come on，大家一場同學，唔好嘈啦。同咩學啊？你哋估而家仲係翻緊學堂啊？呢個係特別訓練營嚟噶。Attention， 全部同我落嚟，企直啲啊！我係今次訓練營嘅總督察 Madam Fong， 佢哋係我嘅副手 Madam Kong 同埋 Madam Tom， 喺警察部隊裏邊。男性是作主導，而女性是作支援部分，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？性別歧視。錯，女性體能比男性弱，但是女性更加輕易接觸敵人監察和偵察，
你哋有啲系现役警员，有啲系学堂新人，无论新定旧都好，我要嘅系精英。同我报道。8729，中华重案组 Madam。927都系中华重案组 Madam， 我哋几个同阿头一齐过嚟噶。9823，我嘅法组 Madam。7667，油麻地车队 Madam。你哋系各有专长而被选入嚟，但系入到嚟就要重新开始。今后嘅日子，我哋会喺体能上、IQ、EQ 同埋各方面严格训练你哋。你哋将会成为20年嚟新一代嘅霸王花，最优秀嘅学员会得到最高荣誉嘅红鸡城。好开心见到你哋咁快就咁熟络。不过你哋此嚟度假多过嚟训练，我谂。你哋一定是好得闲啊！全部同我跑10个圈，你哋边个喺20分钟内跑唔到10个圈嘅话，全队冇饭食。拎埋你啲行李，带几多嘢嚟，攞住几多嘢跑。Yes， ma'am。喂，帮手拎啲啊！好彩冇帮你买嘢啫。喂，快啲跑啊！哦 ，4321。我相信伸出手就碰到蓝天，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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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得见。我帮你加料啦。同我除晒你啲水晶甲、眼仔、眼睫毛，同埋落咗妆去。咁我点见人啊？你可以拣走噶。咁又唔使。啲男仔都未睇过，仲有眼睫毛啊！快啲除埋佢。你哋24人分成4组，无论将功定立罪，奖定罚。以后6人共同进退，听到名嘅就同我企出嚟。A team： 何佩斯、李杰、黄芳、李志桥、罗彩文、安伟豪、超丽玲、周丽琪、杨淑涵、刘景贤、张善文、黄凤玲、张嘉文、君。Madam， 我想要求调组。纪律部队系讲求服从，你唔满意安排嘅可以即刻离开。不想走就即刻企翻入去。Yes, madam. A、B、C team， 而家你哋可以去食饭。D team， 由于你哋当中有3位成员跑唔晒10个圈，所以全队今晚冇得食饭。吓、啊，冇得食饭，系咪真系有得食面啊？乜你好肚饿咩？做运动系最好忘记饥饿嘅方法。你哋多谢 D team 啦，全部人同我做100下掌上压。看这个罗江华呢，这个位西北位和我啊，你要跟我交换啦、啊。真无你扶啊。唉，好啦好啦，下次帮我看回个全上当无数啊。耶、yeah， 呜都不知道 Madam 是不是专登整蛊我们，要我们同班废柴同一个人都有。大家最好自己嘢，不要理人哋。喂，丝质睡衣舒服超值。嗯。喂，着一着舒筋换落，瞓一瞓。整路提神啦、啊！你仲嚟 ？Sorry 咯。哦。Victoria Secret 咩？sexy baby，
玲玲，如果你怕黑，我唔介意你嚟我张床一齐瞓噶。唔使啦，唔使啦，多谢晒，唔好客气啊。玲玲，平晒啦，冇人买我啲睡衣啦。啊，唔系啊，出面嗰啲我唔着得噶，太窄啦，我有睡眠窒息症噶。What? What's the big deal? I like to sleep like it. 呢个仲劲。翻數喎，我應得噶。咁俾埋你，我同你講啊。咁行，食翻，收嘢。你冇資格食呢啲，快啲放低刀叉。你食呢個啊？做咩 ，Madam？ 大神啊！喂，你唔好唔開心 ，Madam 都係為你好嘅啫。食埋呢個啦，食清啲啊。Madam， 我謝你嘅。你心機啦，你哋。你紙牌幫我撳到靚字，不如我知我先，霸王花重組啦。哦，呢台得啊，呢台得啊，呢台得啊。喂，十點鐘方向。咁啊嘛，算矛頭咩你 ？Hello, app lady。Hi。啊，唔知咁多位靚女叫咩名啦嚇？係。我叫玲玲啊。我玲玲。喂，我是阿文啊，只不過你叫我電話號碼啫。喂，我叫 Honey 啊。Honey， 哎，唔好笑我。啊，靚女，點解你咁酷嘅？你叫咩名啫嚇？Her name is Flower。啊，唔啱，我哋交換喺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、WhatsApp 啊、WhatsApp。喂，咁啱咁到我都有喎，緣分啊緣分啊真係。李特警，我
飛虎嚟啊！溝下交流下。哇！你哋幾條友仔咁嘅樣行咗飛虎啊？跟住咧，點明？我呀，能夠見到靚女你幾面，我短幾年命又何妨？喂，好啦嚇，你當我老豆㗎？你唔好搞我啲姊妹啦！啊！你咪見我個個都搞，淨係唔搞你，你而家發爛渣。哎呀，同你隻鬥啊！同你出打雙撲啊！虎打交，除咗打交，鬥乜都得，任你揀。哎呀，我哋做飛虎嘅樣樣都勁㗎，可以單手游過公海，十秒內片低隻包炮，仲有腳趾接子彈啊，樣樣冇難度啊！睇你咁嘅身形，都應該幾拆得下喎。好，我就派我哋香港小林精，同你出嚟鬥食。好，就同你拍蛋。边个话先，边个输？准备好未？零、三、二、一，去！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，少不免会接触到黑帮分子。我们请到两位退休的黑帮大佬，他们以前是社会的渣仔，现在已经改过自身，是社会的栋梁。他们分别是黄合图片设计公司 CEO Lago， 同埋新怡安老院集团董事皮爷。在北帝爷面前嗌什么皮爷啊？嗌我皮爷得噶啦。大家辛苦晒啊！呢几年负担太重啦。哎，小弟舞台设计，有咩 event 揾我啊？我不方便握手。因為以前劈友劈得多，報應啊！而家五十件。D team， 你出嚟同黑社會接觸，喺佢哋身上攞情報。好。Hey sir， keep it fine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放鐵槍。對對，交通部息事。我而家懷疑你非法改裝，改個波箱，改闊個名額。你係咪酒後駕駛啊？你不如翻埋去兩年啦。其實我哋都好需要你哋警方嘅人員同我哋做卧底嘅，有冇興趣？臭唔得。好路，你上我，我上你。喂，我阿嫲咧喺廟街好紅嘅，佢幫佢算命嘅。咁咧，我戥你幾句啦。嗱，你會娶一個好靚嘅老婆，又有生兩個好 cute 嘅 BB， 係咪先？講咁多做咩啫？答佢啦！點算啊？冇計啦，而家唯有出絕招。哎呀，皮爺，你五十堅啊，冇有怕有話喺度，我幫你編到變廿五堅啊嘛。五堅，十二堅得唔得？我想去翻翻十八堅啊，最好啦！哎呀，皮爺，你好硬啊你 ！Madam， 啊，依班咪掂咯，上嗰班真係仲話攞手袋喎，成班換啊，依班成班都得。Attention！ 搏擊唔係紙上談兵，最重要係有實踐嘅經驗。今日我哋請嚟屬於唔同特種部隊部門嘅武術教官，會教你哋一套專門為女性身形而設嘅格鬥術。D team， 黑妹同玲玲出嚟。你哋两个拣其中一个同你哋格斗。哦。哇，真噶！呢个教官定系翻嚟噶？唔使惊，唔使惊。喂，不如呢个。通常电影入面啲细细粒都好抽得噶喎，黐线！而家唔系拍电影啊，砸都砸死佢啦。嗯 ，Madam， 我哋要呢个。阿花、阿彤、阿豪，你哋三个出去打。Yes, madam.
時間啦，一係成 team 一齊嚟啊！俄罗斯军用格斗术是讲求瞬间的爆发力，你们俾心机啲学啦。啲水咧好似唔够热啊，系咪啊？试下我支手一张啊，几好用噶，皮肤好滑嘅，用咗。哇，好香，好正啊！你试多啲啊。好啊。喂，阿彤，你唔好嬲啦。喂，借你啦。大家都唔想输嘅，下次努力啦。帮你啊。哎、一睇佢个样子就知佢想攞红鸡绳噶啦。喂，咩啊？哎，哇，我头先俾嗰个教官硬嚼咗几下。哇，而家仲舒服啦，帮你洗头啦。咦？咁啊？我哋住死冇，我话六条湿漉漉嘅废柴啫。我哋有时间就去跑步，你哋喺度洗白白，仲喺度行 fashion show， 唔系湿柴咩？你讲边个啊？边个要我咪讲边个咯。喂，唔好俾佢用鞋底帮你补粉啊！喂喂，唔好喐啊！唔好俾佢出脚噶，我识女光噶。你讲咩啊？喂，唔好停手，等会。Madam， D team， 你全部跟我出嚟。因为我哋错晒，点解净系罚我哋 D team 啫？边个整掉个桶？今晚就全部冇饭食。有冇谂过点解我就系罚你哋，唔罚 A team？ 因为我对你哋嘅要求特别严格，你哋放弃自己就永远失败。你哋翻去谂下，点解我要将你六个编埋一队？点解要做霸王花？咁点啊？因为我都识扮啊！边个咁过分？喂，其实我哋队长 Iris 都几欣赏你嘅，不如你过嚟 A 组啊 ！D 组啲人咁碍眼，但你有啲唔同。我知道 Madam Fong 都唔想因为一班废人而白白浪费咗呢个人才。听日嘅淘汰事，只要你帮我哋整走班废物，我哋一定帮你讲好说话，帮你调组啦。即系你哋意思话系想我出卖佢哋啊？我唔会咁做咯。我哋 A 组有 Iris 带领，一定会扫低晒所有对手。D 组留唔留到最后？大家心知肚明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啦。今日会进行淘汰试，考野外定向抢军旗。我会喺后面的山头摆放不同颜色的军旗，绿色代表一分。黄色代表三分，红色是代表五分，分数越高亦代表难度越高。而有一支唯一的黑旗是有十分的，地图不会显示黑旗的位置，只有提示月黑风高夜。你们一定要在限时之内将抢到的旗拿回总部，总分最低的一队将会被淘汰。 Understand? Yes sir! Action!
我哋行呢度 ，OK？ 喂，我哋分头行事，跟住分三组，目标系每人一支红旗。好，咁三十分钟之后。喂，你去边啊？我喺紧得噶啦，你慢慢倾啦。五点集合冇问题。OK， 我哋行呢度。喂，你两个等埋啊！下一个在那里。你哋几不知所谓，几个人揾得过一支旗翻嚟，我哋都搏晒老命抢支红旗翻嚟噶。喂，大家唔好再嘈啦，我哋唔可以再一盘散沙咁，大家要 team up， 追翻啲分数。我喺度谂，支黑旗唔知喺边度。个 tips 系月黑风高夜，咩对联嚟噶？唔通叫我哋慰问徐海？咁使唔使用剑啊？月黑对阳光，高山就对低水。A 组仲有知 ？A 组23分 ，B 组9分 ，C 组11分 ，D 组10分。B 组得分最低，全队人同我翻去执行李。A 组 Iris 暂时成绩最好，有机会得到红鸡绳。至于得分低嘅，小心被架车啊！之前明明我哋攞咗先噶，点解会喺佢嗰度噶？会唔会系我哋跌咗落河嘅时候冲走咗俾佢执到咋？你讲乜都得噶啦。
又唔见你俾水冲走。你唔使默 ，Madam， 啊、我有个请求，我想申请调组。调组？俾个理由我。Madam， 你知道我实力噶，我同 A team 倾过，佢哋都想我转组。Iris， 你哋私底下系咪谈论过呢个问题 ？Madam， 我唔知道佢讲乜嘢，我冇做过。大家都应该好清楚呢度嘅规矩。你都有今日啦，俾人割条抽牌。我最憎人出卖同伴啦！阿彤，系咪你俾支黑旗佢哋？你应该相信我哋会赢噶。全部收声！呢 team 人即将系你哋出生入死嘅战友，有问题嘅时候唔应该当佢哋系负累，而系应该谂下佢哋嘅长处。你哋翻去反省一下，我唔希望再见到今日咁嘅闹剧。Dismiss。喂，阿彤，喂喂，烂好心啦！我做佢有反转头嘅咩？做错有乜咁大不了啊？我知道你好胜，但你绝对唔系中意用旁门左道方法嘅人咯。我哋始终系一team人，一齐入嚟就一齐出去。我哋未输噶，但系如果少咗任何一个队友就一定输。我同你哋根本就唔同。有咩唔同啊？嗱，我哋呢team虽然咩人都有，男人婆、肥妹、大波老佬。但我哋个个嚟到呢度都系想赢，点知你一个唔输得啊？玲玲读书成日俾人非礼，佢想拉晒啲衰男人帮女人出气啊！豪哥要向人证明佢个能力根本唔会输俾男人。夏妹咧，佢担起成头家，努力要屋企人过更好嘅生活啊！仲有啊 ，Cat 俾个非富男朋友睇小做唔睡警察，佢想俾男朋友知道，冇佢喺身边都唔系一事无成。Cat， 你想考警察，唔系因为想同我一齐开工啊？做警察唔系讲玩噶，你自己翻去。咁清楚啊！我同你哋唔同啊！你哋会唔会自细净系见到林志啊？系唔知啊！佢令到我一个朋友都冇，佢亦都冇理过我将来想做啲乜嘢。佢净系介意我呢个小三生嘅私生女行出嚟影衰佢啊！佢越系憎差人，我真系越做俾佢睇。佢越系唔想我成功。我就越系要攞毛巾嘅咩晒，咁又点啊？每个人心里边都有秘密噶。我冇爹哋妈咪，我由细到大都喺庙街俾人虾，但系我都一个人一樽撑住落去到今时今日。阿彤，你同我听住啊！我哋六个人，一team人一齐入到嚟，冇咗边个都唔得。如果今日冇咗你，我哋几个可能已经被水冲走咗啦！一日仲喺度，一日你都仲有机会去改过，冇嘢你翻唔到转头噶。咪系咯，我够成日累到你哋啦，咁唔通你哋又真系以为全部我错晒咩？总之咩都好啦，我都系想做一件成功嘅事，有一份自己自豪嘅工作。你知唔知你咁做出新闻嗰个系边个啊？妹，我真系好对你哋唔住，我已经咁自私，为咗自己要赢，我差啲令死你哋唔过，我只能够讲咩对唔住都冇用，我抵死，你哋可以打我，可以闹我，我唔会还手，我真系好惊啊，我好惊自己失败。我真系好嬲你，因为我真系当你系自己妹一样，一个知道做错嘅教会，我咪应该原谅佢啊？啊？以后咧，我哋大家就系一家人，
只要我哋夠齊心，就一定可以練得 A 天。行出呢個訓練營之後，我哋就真正嘅霸王級。今次計分時，落咗水嘅就淘汰，越遲落水嘅就越高分，就有機會攞到紅雞繩。Yes sir。喺度嘅人系要个人力量加上策略，双方配合，咁先系自胜之道。讲嘢你 ，A Team Aris 成绩继续领先其他队员得满分。你哋要能够瞬间认清敌人嘅特征，明唔明 ？Meta， 我做到啦。期嘅严格训练同测试，先至嚟到呢一度。最后淘汰赛嘅测试系模拟反恐战，你哋各自分组进入分配好嘅地区，执行模拟反恐任务。A team 出发。Yes, yes madam。你哋枪入边嘅实弹打中恐怖分子嘅马会得分，我哋会根据你哋嘅整体任务完成度、组员之间嘅合作程度、射击嘅准确度嚟评分，而最高分嘅一队会正式成为霸王花。Madam, A team 成绩非常之唔错。D team 出发。CCTV 见唔到 D team， 我怀疑佢哋离开咗考试范围。黑妹，你系唔系带错路啊？系咯，一个靶都唔见嘅。哎呀，黑妹有冇事啊？使乜咁紧张啫？玩下啫咩？喂，前面好似有人喎。咩？仲以为淘汰赛得靶，原来有差人噶。咁认真跟住佢，话唔定打中佢好高分呢，行啦。系啊，站长，小心到。食宵夜先啦，唔鬼路噶，有你就食啦，咁多嘢讲。冇嘢，食宵夜放松。我呢个头，唔该你啊。标心，哇，都几
见逼真喎。喂，我哋可以包围佢哋喎。唔知打仲会有几多分呢？咁仲快啲攞翻条心。嗯。第一队，嚟车狗，飞到啦。举手，举手。哇，今次定好高分啊！仲唔俾我哋屈翻一次？喂，有冇搞错啊？都食嘢。啊，人哋买咗宵夜啊，咁就梗唔好嘥啦，系咪先？结扎得咁衰嘅，几认真喎。喂，细路你几好气喎！救命啊！你绑飞好得人惊噶！你啲气仲好？你边间能记公司啊？啊！佢真系绑飞嚟噶，嗱佢死咗咯！哇！真枪啊！拿枪打嘢！呢度等我哋嚟啦。冇事啊，队长，D区仲有枪声。
搞乜嘢啊？最基本嘅责任你都唔识，学人当差，你想累死几多人啊？你哋一个二个做紧乜嘢啊？玩 cosplay 啊？你唔好以为着上 uniform 就可以做警察咁简单啊！欺负大细吓？你乜料啊？今日黑我哋姊妹，佢系条飞虎仔系嘛？哦，条仔大细啊？女朋友攞嚟锡噶，唔系攞嚟闹噶。我哋有几努力，你知咩？如果马基教咗人贱，你会有今日咩？你会攞到个美彩？你有冇 support 过阿 Cat 啊？走啦，行开啦，走开啦，行啦，唔好行咁走啦，鬼出去啦，走啦，行啦。你哋衰教未啊？同我收声啊！D Team， 你哋今次唔能够完成任务，用违抗上司嘅指令，严重违规。根据警察嘅条例，你哋将会全天被架走。Madam， 当时情况危急，我哋总算都有救翻啲人质，系我叫佢哋去救人嘅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孭晒所有责任。阿 Cat 啊，阿 Cat， 你记唔记得你讲过，我哋系 team 人嚟噶嘛？既然一齐入得嚟，要走咪一齐走咯。有乜咁大不了啫？依家走你哋一定走眼。而家个妈咪仲喺深切治疗部，你哋冇谂过，如果个妈咪有咩事嘅话，佢对仔女系点啊？你哋咁鲁莽，有冇顾及市民嘅安全噶？讲得好啊！呢个细路哥冇做过妈咪，真系唔知点算啊！二十年前就有一个细路女，因为一个好胜嘅女警唔听指挥，一个细路女就冇咗佢妈咪。佢咁细个细路哥，冇人理佢啊！要靠嫲嫲喺庙街帮人算命先可以养大佢啊！所以呢个女仔发誓要做警察，揾呢个凶手，揾呢个女警。因为佢一直都冇原谅佢，而家冇原谅，以后都唔原谅。南风，我相信你最清楚。你明事啦！你唔准嗌佢名啊！呢啲咁嘅队友，咁嘅姊妹，你唔准再叫佢系教霸王花，你冇资格。你阿妈都系霸王花，我知道你好嬲我，想向我报仇，但系你唔好侮辱霸王花，我冇做对唔住你妈咪嘅事。做警察就预咗要牺牲，你唔可以抹杀每一个人嘅努力，包括你自己。你估佢唔系冇咗个铁饭碗至咁咩？唔系啊，我系觉得我哋尽心尽力去做咗一件事，因为唔好运而失去咗而觉得唔抵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放心啦，就算而家解散咗，我哋永远都系好姊妹嚟噶。未完，仲有我，我系警察总部行动处 CTISD 最高总指挥黄远辉，你哋可以叫黄 Sir。CTI 咩话？全名系 Counterterrorism and Internal Security Division。反恐怖活动及内部保安组。喂，王 Sir， 你不是来拘捕我们吧？我是来通知你们，你们正式被挑选成为真正霸王花的 B Team。吓？有冇咁丰满嘅种啊？唔系，但头先我哋先俾人分好出嚟啫。唔系，嗰场戏是做俾人睇嘅。霸王花计划是警队中机密中的机密，除了一哥，就只有我知道。你哋六个被隔扯，咁即系话警察内部不会有你哋记录。你哋就系执行重要任务嘅最佳人选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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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 Sir 啊，呢度就系霸王花嘅秘密基地。我要一次都行得唔好痛啊！而家有冇嘢食啊？打边攞俾我哋。王 Sir， 我认得呢张相啊，我喺 Madam 方家房度见过噶。冇错，佢哋就系二十年前嘅霸王花。呢一个。就是你哋嘅 Madam Fong， 二十年前嗰次任务就是佢第一次做队长，亦都系最后一次。六个之中，就只有佢一个翻到嚟。其实嗰次系个陷阱，
我哋唔可以将全部责任怪上俾敦芳。西方同你阿妈系好感情嘅姊妹，就好似你哋一样。只是你嫲嫲一直唔想俾世芳揾到你。不过如果摆唔低嘅话，就冇办法继续向前行。想中呢个男人，经过详细分析，无论面型轮廓同埋双眼瞳孔，同20年前嘅总统有95%以上嘅吻合。但最奇怪嘅系，佢个样完全冇老到。佢哋老走咗一个韩国嘅细菌专家，叫金秀基。总统利用佢研究咗一只透过人体高效传播嘅新型病毒。所以警务处下令我哋重组霸王花，去马来西亚缉捕总统。今次有冇非常之危险？你哋有冇信心帮我报呢个仇 ？Yes sir。齐长短火同埋啲装备，你自己 check 下，我将手下边先。喂，姊妹，有好嘢俾你哋啊！我咧自己特登整咗条手链送俾你哋，一人一条，好好地 keep 住佢啊，钱都卖唔到噶。赚死成啊！我闸住你把口啊，死死声。Thank you， 护身符嚟噶。好啦，保佑今日就唔打呢两条，几靓喎。Yes， 哇！准备出发。我收到可靠线报，在双子塔附近有个俱乐部，啱啱换咗老板。老板登记个名同20年前间酒店登记嘅老板名系一样，叫做福俊。我相信呢个人同总统好有关。你出去索我了。Yes sir。哇，都坏坏地噶喎。夹臂，夹臂。唉，我扶你啦。哇，几靓呢度。OK 喎。阿 Sir 咧，真系对我哋好好。佢就话呢部系最好嘅掩护车啦。喂，唔好理咁多啦，雷龙吉龙波都有啲嘢碰。我要嚟一个分头 ，OK？ Girl show time， yeah！ 啊，玲玲，好正式喎！哇，咁多仔围，你都要靠定啊，玲玲玲啊！看來阿叔對玲玲特別有興趣喎，我老細想識你，跟我走。Hello， 好似有料到。咦，嗰個樣咁似總統嘅，佢哋想帶玲玲走啊！跟住嚟。咦嘛，幾位靚女，唔覺得你咁快就走？飲杯先啦，做咩咁急啊？啊，我都未走。咁多做咩啊？走！喂，快走！
见啦。耶！啊！第一次见到。车啊，可唔可以快少少啊？玲玲唔知道会唔会有危险咧？佢身上都冇通讯设备。放心放心，我话过呢一条链会保佑我哋平安嘅。你几时学我咁迷信噶？唔系迷信啊，系高科技。OK， 我喺每一条链入面装咗 GPS 噶啦，鸭条解放鸭步啊！快啲帮我睇住，等你转入啦。哇，呢个好靓，好好玩。我个仔今日生日，我有嘢做，你帮我陪下佢。其实咧，我哋啱啱先识嘅咋，不如先饮杯嘢啊！我想吉嘢。你想吉啲咩啊？阿龙，唔好玩住，开埋会先。好彩虾妹俾咗条百合线我啫。好荣幸，大家可以参加呢一次行动。我哋改造嘅病毒比 H-Man 一传得更快、更致命。佢可以注射入人体运送，24小时之后会散播出去。带菌者唔会有任何迹象，任何海关都冇办法探测到。听日各位自愿牺牲嘅战士，请喺机场集合，注射病毒，然后分成三组进入东南亚唔同国家，完成我哋嘅使命。20年前。我爸爸被霸王花害死，咁多年嚟，我一直喺度假扮佢，继续实现佢嘅理念。我要为爸爸报仇，霸王花会阻止我哋喺吉隆坡嘅行动。我要见一个杀一个。你喺度做咩？他一定会游回埋岸，向码头接住条女。系，我要俾佢走啦。姐妹，根据信号显示，丁丁而家嘅位置喺一个码头入边，我哋快啲拉埋啲架生揾佢啦。放好吧。
我是香港警察副处长，联同国际刑警和马来西亚警方，我们希望你们立即投降，放低你们所有的武器。你有没有搞错了啊？请你们将手放在头上，慢慢走出来。我想大家有点误会，我们是隶属香港特别行动部队霸王花。我们香港警方根本没有你们五个人的资料，我警告你们不要冒充是警察。我们的指挥官是王 Sir。 王 Sir， 你快点跟你解释吧。霸王花的指挥官不是王 Sir， 是 Madam Fong。 你身边那位王 Sir， 你二十年前已经被人革职了。我对你们不住，我都是想亲手报仇的。 Sorry。真正的霸王花会送你们回香港。我们追捕着总统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由现在开始警方会接手。这个得我才认得他们的。我说得了。你们五个在那里，在人家地头冒警枪战。 Iris， 不可以再迟了，你一定要帮我们啊。总统会将细菌交给四个死士在东南亚散播，这里只得零零认得死士的样子，我们一定要去阻止总统啊。我有事跟你们说，周爽士在那条腰后面，自己走散。你要坐低，豪哥接住。我做的事已经做完了。好，麻烦你麻烦你帮我再安排支枪。蛤？你要枪？放心，今次所有责任我会一力承担，我会去马来西亚机场同你会合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我永远都准备好 Plan B， 换衫出发去机场。这个机场不是很大，应该不是很难找。玲玲，现在靠你记忆了。我想现在最重要的千万不要被人袭，我和阿 K 那里守住。我们上高一点监视。 OK， 好。Okay。是不是那个？不是。 Cat， 有个外籍的巨人和一个纹身妹就在你们一点钟的方向，就是他们。收到，交给我们。我看到另一批了，这批等我们跟。这里多人，不安全。
小姐，你唔使惊。姊妹，你快啲去帮你啲姊妹啦，我冇事。哥，哥，救你队友，出总统是咩事嘅委员，但系你要记住，霸王花嘅使命系保护人，唔系伤害人。Yes, madam。死差婆，想沟我，我嗒硬你啊！就系咁啫。
啫，都唔好劲啫。Okay.
黄花的使命是保护人，不是伤害人。相信伸出手就碰到蓝天。